看这一题，他说计算哈这两题啊，并将它的结果用降幂形式把它表示出来。我们看这一题，四次方消掉，哦，最高是三次，这是负三 x 三次方，再两次的，这加二 s 平方啊，一次的，哦，这是减嘛。这是负负得正，所以这里是正的，五多的负正得负，减五 s， 八常数下，负一减掉呢负一，就是负一加一啊，这两项消掉，所以剩下这个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看呢这个第二个，第二个的话怎么做啊？我们用直式来写哈，然后呢，这个减掉多少？负 s 平方，八加三，它的是减多少呢？二 s 平方加四 x 加一，好，那这样加下来，负得正了，一减掉二叫负一了 ，s 平方，那一次项的只有什么？只有这个负四 x。常数项是二减三，二减三减一啊，所以二减四是负二，所以呢，这是负 s 平方哈，减四 x 减二。